吸了。不要吸啦，用吹的，沾一点点吹。呼呼呼，哇，成功了耶！轻轻的，一要学轻轻的哈。但是要飞出来啦。呜呜呜呜！哎呀，娘喂！弄下去，弄下去！哇，你有吹成功了，要学轻轻的哈。好多哦。小心哦，不要流到你这个嘴巴这边来哦。那你又变成要喝这个水了。泡泡水，你很喜欢喝哦，再来一杯吧。哦，哇，神奇泡泡水，哎，这样会滴下来哦。我要洗的。嗯，还没滴下来。没有，粘住了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不可以往上，往上那个水，这样水会滴到吸管里面去。要往下，对，好，再吹吧。嗯，好。哇哇啊！破掉了，太大力了，失败。再一次。哇，没有吹气。哦，吹太大力了，一还要再练习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哦，对了，对了，哇，太大颗啦，成功耶！嗯，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哇哦，哇哦，怎么这么漂亮哎？嗯，这个啊，弄到下面去，它会粘在下面哦，哇，破掉啦！拜拜喽，细菌人！哦，哇！哇，火箭！泡泡火，哎，咦，那个不要这样转过来，哦，转过来，你那个吸管会都是肥皂水哦，那你就要变成吃肥皂水哦。哇，哇，怎么一次吹那么多个啊？神奇泡泡水，哇，真是太好玩了！赶快叫爸爸妈妈做给你们玩，这个是意义玩具。啊，你要吃一个泡泡吗？真是太好吃了！哦，嗯，哦，哇，一次吹两个耶！对呀、啊，而且很像一个葫芦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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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吹了一百个，要吹在里面哦，哈，啊，不可以再喝偷喝哦，一用吹的，不要用吸，哦，吸的你会吸到那个肥皂水，哇，飞行的泡泡，我要飞行的。哇，真的太漂亮了耶！对呀、啊，嗯，那你试着吹好了。你已经越来越厉害，吹泡泡了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已经可以变成意义老师了吗？嗯，你是意义老师。嗯，像那个螺旋。